这场比赛最终的比数呢是6-2啊，统一狮队呢终止了一个7连败。那胜利投手呢是罗锦龙，拿下本季的第3胜。班纳投手是曾荣轩，救援成功呢有王建明跟高建三，另外救援成功是林月平。那当然单场的 MVP 啊，这个张赖山呢表现得相当的不错，包括胜利打点，另外还有这个生涯第21次的单场双响炮，包括本季第5支。跟第6号的全垒打，那陈定峰呢也有一支全垒打的演出，这是在今天呢桃园球场所进行的比赛。那当然在明天呢，同样也是桃园国际的棒球场呢，会有一场比赛要来进行，分别是义大派出的林成化对上的是兄弟的米吉亚。好，所以也请大家呢明天准时的锁定由未来体育台做的现场直播。这场比赛的转播工作到这边也要完全的告一段落了，非常谢谢球评杨教练的讲评，谢谢，我是杨教练，也感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场更精彩的赛事再为您服务了，拜拜，拜拜。